因为我没有孩子嘛，我家里是先天性心脏病，没孩子，人家背了就心爱孩子。因为抱他的时候是下雨了嘛，他当时很小，他外边还上学着的，在学校人家看出他都是一样的眼光看他的。我说这个人真乖啊，鼻子真鼻子真乖，因为他是个乖人乖物一样的。他六岁的时候去找过专家，人家专家说大夫的就是十二岁才能做，我当时强调的就是十二岁必须得给他做。然后小女很坚强，因为八岁的时候他母亲是去世了。第一次见他就是应该是2015年吧，好像像他这个还真是第一次见到，我们就把他当做一个疑难复杂的一个案例去公关，至少现在看他效果还是不错的。是他对这样的一个外形，走在路上他都是低着头的。他在他们班上除了学习成绩好，硕士同学都不跟他交朋友嘛，都会跟他聊天呀、啊，长大了干什么呀？是非常坚定的告诉我，他说我肯定想学医。他说你看生下来就是和医疗就有关系了，别人很正常上学着，我就得去找医生去看。我现在的目标就是他上学我挣钱就供，让他一心转进去，他只要懂得感恩，只要懂得学习，他才能服务社会。非常感谢大家和所有的好心人在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，马上就要去山西中医药大学上学了，我一定会努力学习，用优异的成绩回报所有的好心人。